各位尊敬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您来到新街口剧场来欣赏我们德云社的相声大会。首先请欣赏相声《悬崖与温格》，张宏森、姬龙飞，谢谢。相声大会呢，咱们哥俩这场就算正式开始了。嗯，哎，您看今天咱七满座来了不少的好朋友，哎，当然还有一些后辈儿，这些呢也不是没卖出去，那是这些朋友可能离得比较远，还没有到，开车大概还有100多公里吧，差不多到。来不了啊，这个啊，反正不着急，哎，头一场的哥俩慢慢说，您各位慢慢的听。上哥他还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当然了，小哥俩没有什么名气，没有什么知名度。您各位到这儿来呢，也不是冲着我们哥俩来的。那他们是冲什么来的呀？您各位是冲着我们这儿这金字招牌来的。对，您是冲他来的。您各位来到我们刘老根呢，来到我德云社呀，都是为了听你说。想清楚再说哪儿？德云社。来到我们德云社，您都是冲着那个名角大腕来的。啊。您到这儿想看谁呀？嗯，想看那个郭德纲郭老师啊，嗯，于谦于老师啊。岳鹏岳老师、孙越孙老师啊，是我们可惜啊，啊，他们全都已经不在了，啊，这个他们都死了。我这话你说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啊，你应该说人家不在啊，不在原剧场演出，剧在。哎，结果您花钱买票进来了，当一辆钟一响，看见我们小哥俩了，瞧瞧我们俩。哎，不过您放心啊，嗯，您各位这票钱也绝不白花，那就当买的教训。哎，当话不能这么说啊，确实哥俩没有什么名气，没有什么知名度，上台得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嗯，哎，为什么要介绍一下呢？为什么呀？您各位都是花钱买票来的。是，哎，甭管您花多少钱吧，啊，您各位到这儿就是我们哥俩的衣食父母，您就是我们的上帝。听完我们哥俩一场相声呢，嗯，内心会做一个小评价，看吧，哎，有满意的投就有不满意的，您看您满意还好说啊，嗯，要听完我们哥俩不满意的话怎么办呢？您各位作为观众有这么一个小权利，他们有什么权利？妈，退票，异想天开，什么意思这个？您放心，您这个票钱不进我们账上了。这个钱进哪儿啊？您买票那钱当时就已经进了我们师傅郭德纲先生的裤兜里边了。你说话注意点啊！啊，退票是不太可能的。啊，但是您各位做观众的有这么一个权利。什么呀？就是骂街。哎，您有这权利啊？不是，还是说您在底下骂啊？那是。您出门骂街。我们有点情面，但是咱话说回来了啊，您出门骂街，您也得知道骂谁。对，你骂街，你得知道他叫什么。想拿我来讲吧，嗯，我没有名字，他叫吉龙飞。哦，好，那我理解一下您的意思。你就合着如果今天观众朋友要是骂街的话，就骂我一个人。哪能就骂您一个人呢？那就是啊，还得带上你的全家。不像话，咱俩什么关系？搭档，介绍你名字，我也得介绍，也得啊，介绍一下啊。其实我姓张，叫做张龙森，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、小学生、小学员。谢谢，谢谢，太有意思。其实演员上台就希望要您各位掌声以及热情，是啊，您各位掌声越热烈，热情越够呢，演员就越多演啊。当然也多演不能演太多啊，你像我们这场的规定就是20分钟的时间，是多一分钟呢要罚100块钱啊，这是规定啊，这是真的，朋友们。当然我张龙森无所谓啊，嗯，我上台就是为了要您各位的热情和掌声，只要您各位热情掌声够呢，每场我大概罚个3到40万左右啊。哎，让你演到死啊，无所谓，让我倾家荡产都可以。哦，是不是？张龙森、姬龙飞，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啊，业务水平能力呢很一般。嗯，当然来讲吧，相声说的不错，人家捧我这个。哎，为什么人相声说的好啊？为什么呀？打小学艺，没错。您是这个7岁吧？嗯，7岁学艺。对，8岁净身。去在这宫里啊，拿着自己简历，王公公。哎，您受累。哎，我问您怎么着？我说个相声，给我啊！哎呀，听您这嗓音好像没拉干净。我这个意思是，刚
我懒得叨了，让我懒得叨。话多，能讲。七岁学艺，八岁娶亲，八岁娶亲。相声说的确实很好。哎，您各位都知道，我们说相声有四门基本功课，说学逗唱。哎，哪门来好了都不容易。哎，您就拿这个说来说吧。相声演员最主要的就是说，说相声说相声。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研究和理解，是吗？你像拿我来讲吧，哎，我对这个说就有一定的研究。您的研究方向是？哎，我就发现啊，有好多的话是刻在人家这个 DNA 里面的。您什么意思？就比方说啊，您生活当中从来没说过这句话，但是只要我说上句儿，您各位准能接上来下句儿。不可能的，您各位不信？不信？不信，咱全场观众配合我，咱一块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朋友们？好。哎，各位，您受累啊！啊，您给我鼓鼓掌，拉拉节奏，好吗？来啊！天空飘来五个字儿。哎，欢迎一夜酒。180杯。哎，这酒怎么样？我给你醉。哎，谁有钱呢？谁有钱？我有钱。谁有病啊？谁有病？你有病，你有病。有人发现了啊！这头啊，有俩姐妹，我看见你们了。人怎么了？谁有钱？问旁边朋友，这怎么回答呢？谁有病？你有病！目标很明确，这个是明确一点。不过您发现吗？说上句，您准能接上下句。还真是这样啊！您看，咱拿这个学来说吧。啊，学都能学点什么？您给我们介绍介绍。我们学的可多了。哎，你说说。这时候，那个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水里游的，草窠里蹦的，聋子打岔，哑巴打手，这些我们都能学。您都能学吗？我没问题。天上飞的能学？当然可以了。天上飞的，您给我学一个大肠杆菌。吃完了。你这样不行，我得待着。干嘛呀？天上不能飞大肠杆菌吗？不是你家怎么飞的？细菌吗？没有换换一个。哎，地下跑的，那地下不用学。地下跑的，你给我学一个渣男。地下跑的，你给我学一个渣男。哎，好。这多棒啊！这个我渣男朋友吧？啊，我纯情少男啊。谢谢各位认可啊。这个哎呀，太暖和这个。同意，这不能学啊！再换一个啊！这不能学，再换一个啊！哎，学一个水里的游的，没问题。水里的游的，你给我学一条死鱼。大哥，咱学点活物行吗？活物啊！草窠里蹦的，哎，这能学。草窠里蹦的，你给我学一个张九南。会笑会笑，老板多好啊！咱这个学的不错，是啊，还能去学点什么呢？聋打岔，哑巴打手是啊，哑巴打手能学，那是。哑语你有所了解吗？会。啊，那我考考你啊，考考最基本的啊，这个什么意思？这是好，真知道，那是。再看这个啊，哎，好上加好，还真知道。嗯，再看这个啊，哎，这是。顶好，不对，顶好是这样，这是这样，好吧，好上加好的顶好，不对，对，啊，应该是金针菇。哎，你过这么抽象是吗？啊，来再看这个啊，啊，这个电视机，不对，电冰箱，不是，您这是四四方方一块豆腐。豆腐，哎，豆腐，你再看这个啊！干嘛？不了解这个啊，包袱稍微有点老啊。再看这个啊，血豆腐，你们原来是哑巴吧？这都知道，开玩笑，没有这个意思啊。再看这个啊。这说的不对了，这个不是猪血豆腐，血豆腐也不对，这是鸭血也不对，那是什么豆腐？鸡血豆腐。哎呦，没意思，单
自知的。啊，一小句子啊。行。妹妹这是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告诉你啊。啊。这是我喜欢吃窝窝头。哦，你这是窝窝头。孜然味儿的，奶酪味儿的，你甭管，咱们奶酪我爱吃，是不是啊？还真有，还真知道。啊，那咱这样啊，咱来培养打手势。哎，写一回，我呢扮演这个小哑巴。啊，你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。啊，我打那边来，一拍脑门进入角色，我就是小哑巴了。行了，咱俩有一个人物关系，多年不见的发小，今天在街上碰见了。这么回事？哎，这么回事。啊，来，咱来一回吧。来一回啊！你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啊。喂，哎，你哑巴了吗？废话，有大街上叫哑巴的。我叫啊！你尊重哑巴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你真是你这，我听不见呀，十哑九聋啊！啊，你得跟我比划呀，搞不成我得了吗？真是讨厌。脑淤血哦，蹦蹦啊！
血。哦，蹦蹦蹦！乱枪打死！啊，我跟你说吧，看好了，就是。说话呀！